站这儿，我给你让开。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着。侧着站吧，把脚放在这样，这样站就好了嘛。站直了。站好啊。干嘛？啊，我给你俩照。来，我给你俩照。OK。别站上地了。好嘞，走。我要找那个梯子。看，能看见山洞了吗？走上了，走过来就完了，不要那样。这个也太大了，这石头。这可以的，一会儿。我看那笔骑在那上。那个。我跟你讲。爬过去不就完了呗？不用脱衣服了。给他照一个，给他照一个。给谁照一个？大宝。对，给大宝照一个，你这么给他照，我把这壶连上。壶能连上吗？啊，你一抱哪？不能连上。我也想看一看。戴这帽子了？我那帽子还掉。我不戴帽子了，是不？你愿意戴，戴。它掉下去了。我也想看。那你爬上去啊，上一把上。你要把包给我们吗？能坐个样头啊？啊，能坐吗？上。不知道，你就架一下，你就来个架。站起来，一万。摄影大哥。哎呀。再换个造型，各种角度，各种模式都来一遍。要不然合适一个人数，再来一趟。好，这帽子我按下去。走，钱，你看手机壳后面塞一个，所以透明的手机壳后面显示我这啥东西，50块加币，是吧？就他们家老大。哎，你看他自己没点钱，这手机壳里面塞一个加币。妈妈，你用这个吧。谢谢。看孩子呀，这是从老大看到老二，看到老三。第二呢？看在那儿啊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有了，走。你喜欢这种裤子吗？舒服了。嗯。令人显出的这种休闲运动裤。哎，我的天呀！你出来看来是逛街来的，本着逛街的心态。鱼儿也要去照，鱼儿你过来，去呗，还想去再去呗。地方，你抱着在坐呢，抱着。我有事，我坐着吧。好，二宝你别
别下来啊！腿放好了。